我是诺莎，里奥家族的长女，炎林骑士团团长。躬身黑暗，服侍光明，赞美暗影之主，我的女神。不要惊慌，感受我的利刃吧。我喜欢随手记录一些奇思妙想。成为传奇佣兵的第一步就是带走老爹的大剑。有时候厚重的书本比起絮絮叨叨的咒语更有用。哎呀呀，真是金光闪闪呀。游离在时间之外的我，只是想好好的看一看这个世界。放心吧，星空下飞舞的流萤我都可以射中。